堂，不为兄要谁更当？今日临东北河江，要与他共临江河上。不久，恩地的，是我恩地，怎样做新兄面前告他为贤？如今红毯未变，定求第四关一带，乃是挑水关羽见上官。迎宾贵客而来，不知消息的何在？此事何办？关将军贵上关真四九秒，再腾再出兵。关将军贵上关真四九，这是不离何时乎？好，我哦，既然安尼是关将军贵干而来。火奔哪里？来了！龙庙大理破坏，丢宽门银端。一归大理，不用下大理。不办。今天本地人有这件事情，不必轻易出兵。小刀机枪，你是关将军，贵官真将你来，我命你在六牙关所在准备大彩礼会。上帝是阮，叫你把火将他焚烧，快点来！将军贵官而来，一动出个妖魔钱。多谢大人，请这里。